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侯明轩。随着手机拍摄功能越来越强大，许多人都通过拍摄视频来记录生活，但是手持拍摄画面往往存在抖动不够平稳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呢？这是一台便携式口袋摄影车，它只有手掌大小，由三个轮子和一个机身组成。摄影车单轮的一侧负责提供动力，双轮的一侧用于保持摄影车整体的平衡性。不论设备是手机还是单反相机，口袋摄影车都能轻松装载，帮助人们拍摄出稳定丝滑的移动画面。如果您认为口袋摄影车只能外搭配上手机程序的远程控制，在运动过程中自由变换移动速度。利用远程控制功能，还可以选择 AB 两点坐标进行定位，拍摄出有趣的运动延时。拍摄的画面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那您知道口袋摄影车是如何做到体积小巧就能够拍摄出稳定的画面吗？口袋摄影车内置了一个低分贝强力电机，配合转动轮上的橡胶圈，就能最大程度上让摄影车低噪音匀速移动，拍摄出平稳的画面。口袋摄影车虽然只有手掌大小，但也称得上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通过巧妙的设计和丰富的功能，让没有系统学习过摄影知识的普通人也能拍摄出精彩的内容。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蒸汽熨衣柜。咱们家这衣服每天都干不了，全是霉味，什么时候是个头子？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阴雨天气、潮湿霉味、褶皱变形，这些通通都是洗衣服后阴郁心情的由来。那有没有可以让衣服快速干爽又柔顺杀菌的神器呢？走，带你去看看。喂，怎么了？出来拍照。
哎呦，不去了，我没有衣服穿，好热呀。不行，一个小时，楼下见。哎，那好吧。天，怎么办啊？哎，900瓦低能耗低噪音，陶瓷发热，热效比高，能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干爽又舒适的衣物，还可以消除异味，可以穿上美美的衣服去拍照啦。全自动蒸汽干衣机，风力柔和，冷热交替，利用衣物形成风罩，热气流循环，相比传统干衣机来说更加高效安全。巴氏杀菌技术可以除螨杀菌，让衣物更舒适。全自动蒸汽干衣机组装方便，占地空间小，能够轻松收纳，下层摆放架还可以烘毛巾烘鞋子，配备手持熨烫机，六蒸汽孔位设计，可以快速熨平褶皱，还不伤衣物。虽然我们每个人对于衣物的需求都不尽相同，但穿在身上的温暖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在忙碌的生活中，愿你我都能拥有这份温暖。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能驾驶新体验。传统驾驶，司机开车前要调节后视镜、倒车镜，出发时还要用脚给油，为了安全行驶还得时刻高度集中注意力，驾驶过程好轻松啊。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开场神奇的一幕就是今天的主角，智能驾驶技术。随着技术的进步，智能驾驶技术已经可以在真实的道路上发挥强大的功能。今天我将亲身感受一下它的驾驶魅力。今天的第一关，加塞处理。刚刚加塞车辆切入的动作很凶，还好智能驾驶及时做了避让。这么短的距离不是一脚刹，而是有预判的平缓的进行刹车。道路上的大车形态各异，如果无法精准识别并且及时拉开安全距离，就有可能产生事故。那么智能驾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今天的第二关，智能驾驶应对大车。刚刚大车经过的时候啊，心里还是有一些紧张，但是智能驾驶精准识别到了大车的经过，并且提前向左进行偏移，拉开了大概30厘米安全距离。这样的设计呢，既保障了安全，又减少了心理恐慌。停车是很多车主的难言之痛，考核第三关，自动泊车。这个车位这么小都能停得如此的好，真的是太适合广大的司机朋友们了。在刚刚的三组测试当中，智能驾驶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搭载了蒙蒙塔技术方案的智己 MAD， 基于飞轮 AI 自主进化引擎，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用海量数据实现算法的快速迭代，更精准的感知目标，更早更及时的预判他车意图，输出更像人的智驾决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成熟，人们对于机器的信任度也在逐渐的增加。这次的体验也让我感受到智能驾驶技术越来越可靠。
期待未来世界，人们的出行发生更大的变革。